你以为这是快乐有够正吗？快乐有够正，事实还是雄辩。 谢谢，节目还在吗？没有啦，好，刚好啦，是节目来大家聊聊天，不容易耶。一起回顾一下，我一次都没看，你还知道是这样子搞的，真的，他们都有去过啊。哦，你这个场景，我想应该那天在场只有布丁了，对不对？ 那一天点名点将只有你，连长天某的点名点将也没有玩过。那一天啊，我们今天是第二次玩。 那一天有号角响起，那一天很强啊。对，然后呢，后来我点的都是女眷。对，最后我都没有人选。我跟你讲，布丁他曾经很厉害，两题都对啊，所以我选他那天笨死了。你才笨，哪里来大？对啊，最后才被选，等于说你是白痴，他很丢脸，不要现在就丢脸。现在这样，有那这么严重啊？点到时候不，我要不，选我，选我。 我会选谁？啊，选我，他选谁？杜思梅。我也想，我也想。你啊，我一定选杜思梅。我也觉得杜思梅。假下傻。既然被你撂了这么重，那我再也不这样。我们推走。他讲的准，我就照他说的来。 不是，我呀，妈今天不能输，他输太没面子了。选我了，那所以我选。选我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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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选，选到石头布。哎呀，猜拳不问输的，又不是没输过。你猜我选谁？选我，这次。你一定选布丁姐姐，不会。 下围棋真的很棒，下围棋，下围棋，好强哎！来，行的，大哥，帅他三天全场。耶，我要赚了！一次两次，两次两次，布丁姐姐，不要选了，不要选了，我跟你讲，你先去拿包包。好，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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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小松，你刚才讲一句话要应验。什么应验？你刚才前面讲什么？最后选的他就最痛苦，白痴，白痴没有人要的。我跟你讲，乃哥，你已经输那么多次了，不要再输了。你需要我 ，You need me。哎呦，哎呦 ，You need me。对，所以呢，冲着小松这句话，对，好不好？立刻白过来。你一定要他，你一定要他。我最会说几个字，他是废物哎。你刚说脏话了，很痛的。你是两个，你是两个，两个都我来算给你了。反应很快，真的。一次两个是买一送一哦 ，double 的服务，哇塞！哇，买一送一。哎呀，那个蔡小姐，你这边陪小宋拍戏。白痴。来了，真好。你要石头走。不，小松不，终于一把，小松，真的，蔡小姐，我知道，你先去拿包包，你先去拿包包去那边拿包包。蔡小姐走开啦，蔡小姐，我跟你讲，恐怖了。没关系，我跟你讲，因为这个单元，只有四个人的话，你可以休息两遍。真的。五个人哦，还有一个猜哦，哎呦，用得到了，都用得到，都用得到，都用得到哈。好，今晚陈晨，哎呦，不得了，好来哦，兵多将广啊，陈晨队先攻，准备。联想 table， 陈晨队派出小钟啊，为什么？你这有什么战术？没有，因为试水温，同时让我们这边先习惯那个灌压器。不，你为什么你不猜呢？没有，他找我就是看不起你们。连我没有人要的人都还猜得出来，已经算开了。等下证明你这是白痴啊！就说今天如果我们赢的话，也赢得不高明就对了。对，是不是？我们就要让你有这种感觉。我们总共有五题哈。我抽吗？那要不要谁抽？我抽吗？好了，我抽。不要太难，不要太难。好，你放着就好。哇。
先提醒你哈，比方说九重葛，哦，你就不能讲说九个字，啊，因为它只有三个字。这算什么提示啊？我跟你讲，我讲一个简单的，我讲一个简单的，三杯鸡，不能讲，你不能讲三个字，你懂了吗？真的吗？三个字，当然了，所以你讲了三啦，你讲三啦，你讲前面一个字啦，这样有没有？有。那我这样提示，你就知道大概里面有什么了。我不知道，我知道。厉害，聪明，真的假的？知道，放空，不要里面绝对有数字。放空，你别。那我可不可以换一题了？这样。换一题，讲聪明的。这样子，完全没有猜到鸡耶。真的吗？还要再演的，真的很不演不好。你去拿包包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去拿包包。来，准备。慢慢走，慢慢走。提示真的太好了。很简单，好不好？好。不要讲到里面的字。好紧张啊，心跳都听到了。来哦。开始。手好大一下。去。不然恐怖死了，我只会受伤啊！快，快，走，来哦，准备，不能讲话，联想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很古老的化石，上古时期的宠物，三个字，两个字，白垩纪，白垩纪里面的小，好 ，OK。请先把答案说流水，将付出惨痛的代价喽！哎，我们赢了，答对怎么办？打巴掌，把板子吃掉。你说的啊！小时候不都放了一种声音很强？三个字。过年会。对。下一个。小时候放的声音很强，只有。答。答案是。你继续吃板子，不关我事，哎，快快走，不关我事。天才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上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！天才冲冲冲！走！来哦，准备！不能讲话，联想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很古老的化石，上古时期的宠物。白垩纪里面的小，好 ，OK， 不要讲话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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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有表情，不要讲话，因为今天绝对不能输，不要赢，一定要输，一定要赢，回来，回来，严格执行，第一个说，很古老的化石，很古老的化石，上古时期动物，三古时期宠物。宠物，他说三个字，好，三个字来，应该是白垩纪，白垩纪，等一下，宠物三个字啊，太很古老的化石啊，上古时期的宠物，白垩纪里面的，是宠物啊，白垩纪的东西大概只有恐龙吧，可恐龙不啊，恐龙哦。有三个字的恐龙吗？暴龙、雷龙、剑龙，都是两个字。有三个字的。什么龙？什么龙？陆翼龙。你还嬉皮笑脸。迅猛龙是。三叶虫。因为它是化石，三叶虫。哦，三叶虫，千叶虫。有人讲三个字。有人讲哦，三那不可能。古老化石，有人讲上古时期的宠物，白垩纪里面的小，那叫再见。白垩纪里面的迅猛龙。哎呦！陕西。陕西迅猛龙，白垩纪的宠物。上古时期的宠物，宠物啊，它是白垩纪里面小，古老化石，三个字。我有不能输的压力。四、三、二、一。陕西，一，有没有？喷。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讲好了。前面两个字是葡萄干，
是三叶虫吗？前面两个字是葡萄干。为什么葡萄干？为什么？为什么三叶虫啊？三叶。可是他不是有讲到一个三个字的吗？所以他讲错了。讲错了。啊！我回家，我回家，我去背包。他回家。不是，我就跟讲到三叶虫。其实我第一个想法就是三叶虫。所以他讲到三个字。他绝对是白痴，我没选他。因为他把化石讲走，就他讲化石就慌了。哎，我讲化石，你讲什么有闪蜥蜴呢？不是，他就。你敢再他是白垩纪的，他绝对不是，很容易被毒上毒而已。他白垩纪的，不是因为最主要是三个，有三个是要犯规。然后还有小虾说是宠物，宠物叫做，怎么可能会有哪里有宠蜥蜴还有人当宠物啊？我自己打自己，我自己打自己，我自己打。鸡虫啊！你自己选的。古老的化石还可以啦，可是那是白垩纪、侏罗纪。没有关系，没有关系，他们会比我们更惨。来，换位置。哦耶！不要放你蔡小姐。我要把三讲出来。我有讲对，我第一个人呐，我第一个念头就是三叶虫。怎么来？可惜啊。第二题哦。第二题。哎呦，三叶虫你答对就屌了。对啊，这题很难的。好难哦。哎，有一种中药叫四君子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看一下。单单三个字哦，可以讲哈。好，可以讲。四君子三个字可以先的呢。哇。会难啊，拜托好不好？还好，中等。还好吗？小众这一题，这一条小众会了。哦。来准备。预备。简单哦，来准备，联想 tempo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三个字是一种东西，各种旅游用来换电的，过了，换的，有两种不同的频率，这个就太长了嘞，好来，这样呢，导播给我一个特写，预备。你们两个刚脸好靠近啊！你们两个，第一个，三个字是一种东西，是一种东西。出国什么？出国各国旅游用来换电的，换电的。哦，没有讲到，他没讲话。两种不同的频率，有两种不同频率，两种不同频率。对，有 AM 有 FM， 对不对？是不是换电的？不是，换电跟充电器啊。贝塔充电器吗？有 AM 有 FM， 有立体，或者是有那个什么？各国旅游用来换电的。不要讲话。啊！五秒。可是有分110伏特跟220伏特的。是。那叫什么？变压器哦。一。那叫什么？转换插头啊？那个插头叫什么？哎，这个专有名词很难。那个插头叫什么？那个你插到美国有没有转换器油啊？不是那个插头叫什么？哦，插头双，应该就是双插头。那个叫什么东西啊？这个还真的不好讲，因为就110跟220嘛。一般人变频器，不是到啦，充电用，可它跟哎。晨晨，那是什么？我要再听啊！我来讲，你不要看，我来讲，看我。电在用的。哎，三个字，一种东西，各国旅游用来换电，两种不同频率。虽然两种电频率是不一样的，对，所以我只要讲对那个专有名词就中。哇，你好厉害！不好讲。三个字。五、四、转换器。三、二、一。变压器、转换器、变压器、转换器。我再给你一个，你叫六个字啊。气，你叫六个字哦，应该不是变压器，应该是转那个叫什么什么东西啊？对，方向对吗？方向，我再给你时间。转换器吗？哎，那个东西我突然忘了叫什么，转换器。三、二、一，变频器，转换器，转。什么东西啊？转换器，变，到了，转换器啊，转 ，magic， 换器，气，喷，你为什么都讲到了？你为什么要？你听我转
器，是变压器啊？不是，你做节目做这么久，会听转换器这种东西吗？变压器啊！你真的够了，你就这么三叶虫哦，没有，去猛龙，变频器哦，转换器，你为什么讲一个不可能的东西呢？不是，我就真的在想天，不是变压器是一般那种就是插变压器就是变压器啊，你的转换器是什麼，你那个110伏的那不是，怎么那么笨呢？那不叫变压器，那不叫变压器，没有没有，跟蔡小杰差不多，只是插头的转接头，对，插的转接头，转接头只是插孔的问题，但是要转频率那是变压器的问题啊，变压器在转的啊，是变压器在转吗？是变压器转，不是，是那个头在转，不是，头在转就转了，那个头不是转接头。当然是变，它变换电压。我讲啊，你怎么会这样子？为什么小钟的个性啊，就是一个很犹豫的人。因为我为什么到现在结不了婚？对，他就这样子。他每次看到一个女的，当然想结婚的时候，他就开始犹豫了。哇，这是个良性的节目。答案都会讲，全部都选错的，你很奇怪。你明知道你什么是对，很气自己哎。我说哎，这算都很难猜的，三叶虫变压器。你刚刚不选，你蔡小杰跟小钟哥，你。至少我真的对你很抱歉，真的。那下次好，下次好不好？有缘的话，来，攻守交换。我觉得你们风雨飘当中啊，找到了宁静，现在心里面是踏实的。踏实，因为我们一分都没有。对，我们一定要。你知道这种感觉是叫什么？而且你看，你来抢分，怎么样也有一分。我不是抢分，你知道这叫什么？叫什么？等着赢。没关系，真的往死里打。其实它就是因为这是个团体游戏，好玩嘛。对啊，你在我这边干什么？不要那么在意输赢嘛，对吧？对，小钟也很厉害。小钟很厉害的，好，没关系啊，好，加油，加油。我知道你现在满怀希望。哦，不要不要，平常心，平常心。你坐在那儿呢，就想赢在起跑点是吧？你呀，后悔，我后悔。车可以开慢一点吗？可以吗？我不行，我要看他难一点。好好好，就看我们都输哎，对啊，猜对了，对，没有错。我刚刚也开的不是很慢。哎呦，手机，哎呦，一句话，很简单哎，举光号，好不好？慢慢来，中慢，中慢，什么东西慢慢来，我都很快的。后悔。哎呦，又在又在。来宾，联想 tempo， 米可白什么表情 ？Ready,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下一个是在动物园有，第一个是动物，鼻子常常活在水里，幼虫时是黑白色。好难，那个幼虫的时候，幼虫，来再讲一遍，来，大家准备回顾，第一位讲的是三个字，在动物园有。我讲什么？在动物园里面有，对不对？第二个说的是第一个字是动物，第一个字是动物，后来讲的是鼻子常常可以在水里生活，鼻子常常在水里生活，可以在水里生活。幼虫的时候是黑白色，所以啊，需要你要讲出来。幼虫好，现在30秒，开始。哎，好，三个字，不会对，动物园里有，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第一个字是动物，鼠牛虎兔龙蛇马羊猴地狗猪，然后呢，鼻子长长的可以在水里生活，鼻子长长的可以在水里生活，啊，又牛又什么是黑白色？龙蛇马羊猴鸡狗猪，十幼虫的时候是黑白色，幼虫是黑白色，这不好猜啊，四三二三秒，三个字。三个字，动物园里面有，第一个字是动物，鼻子长长的可以在水里生活，要重复三次啊！哇塞，幼虫都是黑白色，不好猜，第一个线索不够清楚。哇塞，动物园里有太多，在水里生活的也很多。那主要哇哇哇，好，在水里生活，一定要好好想呀！我要让哪个有个好的开始？这太难，我们不要混淆。我最气的是第一个，我不能让他知道这是陕西，不可以。这真的很难。黑白的时候，小时候是黑白色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 ，Time's up。完了完了，真没法猜。完了完了，有点难，就赶紧举光号啊。太多动物了，完全没法猜。出不来。
完全没方向，这很难、啊，这太难了，不可能。我们两题没猜对了，这题没猜对，还有下一题。他有什么重点？这里有点难。但我总要猜到一个东西，没有方向，有点难。考验是蔡小杰，那第一个是动物，因为我完全不知道那是什么啊。对，他不知道。陕西一好了啦，三个字啊，对。陕西一好了。三叶虫，三叶虫啊。哎呀，不要那个，要混淆人家。哦，好。猫头鹰。差一点讲到了，好可怕！哎，不要表情。哎，他第一个就是动物，没有错。第一个是应该是猫了。猫头猫猫，猫鼻头，猫鼻头在东北角。所以答案是，不可能猫头鹰，猫头鹰讲夜行性动物就好了。好了，猫头鹰，分了。再给个提示。有个政治人物的绰号是这个，前面两个字是一个国家的名称，在东南亚，在新加坡旁边，鼻子有点长，长得有点丑，我看成食蚁兽啊，鼻子有点长，长得有点丑，接近食蚁兽，因为他说第一个字是动物，我就很难了。有个政治人物，前面是黑色，小时候变色，前面他小时候是黑白色的，然后长大会变成全部的一个颜色。你不能讲幼虫。又年嘛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他是误导了，我知道是一种动物了，不是虫。前面黑后面白，问题分一半，前面黑后面白的动物，后脚前面跟食蚁兽长得很像，对，有点像，很大只，很大只，有点难度，这个题目什么东西啊？马来马来姆，马来姆啊，很难，有点丑，嗯，是不是有人说过它四不像啊？太不常见了，四不像，是不像它？是哦，不是不是，很冷门的动物，不知道。好，还好第一题没有答对，请换位置。奶哥继续猜吗？奶哥你要猜吗？不用换，想换的话，其实有个方法。不用换。奶哥，马来姆。我是真的不知道马来姆是什么。马来姆其实没有那么难，可是比较冷门呐。没有没有，就你想不到那边去。对啊，冷门。没有东西可以提，可以那个。好，现在准备第二题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子了。请出题。我们这组变动的幅度真的很小。有啦。前后兑换，很微调，一二三四，第二换智商太低了。兑换，你说我？哦，这简单了，什么什么？这简单了，这样的话你们会舒服一点。高铁加 turbo， 准备。马来模也不难啊，只是高铁真的有问题，不要那么快，没有具体的。简单了，一起来。贴上来头都晕了。来，连线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两个字，闻起来臭臭的，强制变的，变异体讲会摸下面的，来回顾一下，第一位，两个字，你为什么只是讲两个字？为什么？因为他只知道两个字，他对这个也不了解，没有这种状况过，或许这个部位你并不清楚了，对啊，来来。哦，算你有吃过这个东西吗？你有没有吃过？我说闻起来臭臭的。啊，第三位说的是肠子掉下来。掉下来。第四个说的是殡仪体检会摸下面的。哦。殡仪体检会摸下面，三十秒。什么啦？三十秒好难哦，哇塞呀！我跟你讲。这个东西哦，有时候你讲出来你会有点害羞，不好意思的。但是你要讲出来。你现在在提示我吗？对。那我不要说。那这题不要算，我重新抽完抽完。因为他提示我，就不想讲。对啊，你说了。可以讲出来。这题很重要，搞不好今天只对这。对你第一题的时候。再讲一遍，两个字。两个字。臭臭的。闻起来臭臭的。肠子掉下来。第一体检会摸下面。第一体检会摸下面。是。是。摸这里吗？对。摸这个地方。体检不会摸这里，这是我们的最尴尬的一题了，对不对？那个是，时间到，答案是脱肛。哎呦，真的完全没有。再说一次，再给机会。脱肛，它是不对的。所以答案是啊，痰肛。痰肛，脱肛，闻起来臭臭的哦。闻起来臭臭的、啊，嗯。第一体检会摸的，会摸的，对，痔疮。哎呦！嘘，全部看前面，不要出声音啦。你决定没有啦？我该剪。答案是脱肛。喷。吓死我们了！
为什么是脱肛？肠子掉下来是脱肛。疝气就是你那个蛋蛋没掉下来啦。对啊，不是啦，是阴睾啊，是阴睾症。完了完了，蛋蛋没掉叫阴睾症。对啊，可是疝气是肠哭的太用力的时候肠子会掉下来。对，你讲哭的太用力要不掉下来就好啦。疝气，我只知道肠子掉下来，我不知道因为哭。因为我朋友是因为吉他弹太久，站太久臭臭的啊，臭臭就脱肛啊，我不知道会不会臭哎。因为我想说是一个气体，应该不是臭臭香的吧？我们的一二棒实在是太棒了。好可惜哦，臭臭，我跟你讲，不是有味道吗？没味道啊。疝气它是一种疾病，它不是一种气，就是气体啦。疝气有些会我们人生乏味。我想到他讲臭，我没想到是一种味。两边给他攻守交换啦。他说我已经气到有疝气，我就想臭一下。不会啊，不会，你不会啦。臭臭的，臭臭的，肠子掉下来。所以不能错误引导，拜托。现在真的是我们要都在旗鼓相当一样，好不好？战况焦灼，难分难舍。焦灼，哇，好精彩哦！好了，哇，太简单，很难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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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有颜色，开始了吗？准备啊，啊，不要讲到里面的字，啊，哎呀，我最讨厌听到这个。不要讲里面的字哦，直接来，来啊，哇。预备，来，加油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冲！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啊，刘老师，这太难了啦！梦想天蓬，太难了。Ready, go！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三个字是一种不能比，不能一种。好，过来换你。五音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大。好。都已经演得如此明白了，小东竟然还猜不到。慧眼识英雄，预备，开始，开始，开始。哎呦，这今天要唱歌。哎，奇怪了，怎么有一座山？我是山，我是山。哎呀，这个山给我挡住路了，不行，我要过去。我把你走，嘿，师兄。他有一棵树嘛，对对，把树挖走嘛。哇！啊！慧眼识英雄，待会儿为您送上最精彩的迷你短剧喽。天才冲冲冲有奖征答来喽！记下每一集四个数字的天才密码，并让天才冲冲脸书粉丝团留下答案，就有机会获得精美礼品哦。天才冲冲冲！好了，哇，太简单，很难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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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来，有颜色，开始了吗？准备啊，啊，不要讲到里面的字。啊，哎呀，我最讨厌听到这个。不要讲里面的字哦，直接来，来啊，预备，来，加油，大家加油，加油，冲！很简单，很简单。啊，刘老师，这太难了啦，梦想天蓬，太难了。Ready, go！ 请你听我这样说，三个字是一种。不能比。好，过来换你。五音的时候会需要用到的东西很大。好。不可以讲话了，不。很够。回顾回顾。你讲什么？三个字是一种。不要比。被禁止的一种方式。你是这样讲的吗？他没有。对，他没有讲完啊。对，我没有讲啊。是这样讲的。你呢？我说捕鱼的时候会，哎，会用到，会用到的，很大很大东西，很大，三个字捕鱼的很大的，从头到尾四个讲三个字捕鱼很大的，没有，我跟你讲，你就听我跟前一棒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，三个字捕鱼用的是一种，这么为难的，很大，看起来不懂，我知道，哇，你厉害，我知道，你知道，看你表情，这答对就厉害，不要讲话，不要讲话。六、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很大的三个字，不用很大的。不是声纳雷达那些东西吗？对不对？三个字不用的很大的，禁用的。刘四王。
Oh my god！ 阿健，你有提示，你是提示他提示我呢？你真的很贱，你真的很贱，陕西，陕西。阿健，我跟你讲，这一题要答对，我要给你，因为今天输赢很重要，给我，终于通关。有三个字，没有别的了。我用的东西是一种被禁止的，很大，很大的。五、四、三、二、一。咦？你也没别的，刘四王嘛，没有别的了啦，这想不到别的，别捕鱼那有什么东西可以？他这代出不了别的题目啊。刘四王 ，pass， 睡。漂亮，真的太强了，睡。不是，因为他刚刚没有讲到被禁止，他是后面补起来的。一开始你根本没有讲被禁止，没有，所以没关系。来喽，第二题，所以换位置，我觉得我就在这里啊，我这一半还蛮重要的。被禁止什么？所以什么意思？你们动，你们动，我们两个人在打的，压力好大。我打你，打这样，我打你就好打。哇，不好吧？不好吧？来喽，这表情看不懂，就这道题了，来，准备了，预备。是什么？偷看。不用，我没有出啊，我没有出题。来了，走。哦。来了，准备，联想 table， ready go， 请你跟我这样说，一定要喝全小杯。啊？Pop 调酒用的。墨西哥的时候最有名的酒。三个字。哎呦，哇，这三个字补得真好哎。哇，来。回顾，你看小虾呼噜呼噜说什么？小夜店要喝，而且很小杯，天天要喝很小杯，夜店要喝，夜店要喝很小杯，夜店。OK， 好，来第二个。Pop 调酒用的。Pop 调酒用的。Pop 调酒用的。墨西哥，墨西哥要最有名的酒。你说植物了？墨西哥最有名的酒。最有名的酒。你讲什么？最有名的酒。哦，三个字。OK。OK。五。夜店调酒。对，小杯喝的，对 ，OK， 知道什么 ？OK， 所以，所以哦，龙舌兰，哇，好像沈玉琳，对，怎么他们一题是橄榄，两个字，最近出问题都用油。哦，那这太简单了啦，对啊，这个，但是这个我们这一题我必须说。各位，只有他的那个，我跟你讲，他一个墨西哥的一种的酒就知道了，墨西哥出的嘛，他知道夜店的酒太多了，小杯的还有一五一，你看我这一棒很重要，太重要太重要。好，龙舌兰恭喜 pass， 厉害厉害，两分了，成功了，我们有希望了，厉害，我好爽，两边攻守交换。是你不猜啊，向西也很好，我会想太多，我觉得。Smart， 很好。你觉得你会想的比他多吗？我对，我会想很多。你会比我这兄弟多吗？我会自己误导自己，但他是很容易被人家误导。来，准备，陕西来。刷题。哎，你还在？对，不行，我现在没有办法。没有的休息。对，没有的休息。蔡小姐永远的第一棒。我刚刚第二棒。好，哎，我们赢了。我们赢了，为了让两边刺激一点，这题我走慢一点好了，我们赢，好不好？谢谢。不做悬念，好好想想，来。慢一点啊。难，这题难。看简单，但是要形容很难。嗯，来准备。各单位，联想 table， 很难。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这个是很好吃的，三明治吐司用的，熬鸡汤里面都会放。是不是男生说做猪的大腿做的？现场准备回顾，这里面的提示非常重要，有些是关键。快点，来，不要急，不要急。回顾，第一位，四个字很好吃的。四个字很好吃的，那太多了。第二位，三明治吐司会用的。三明治吐司会用的，那太多了。第三位，熬鸡汤里面会放的。鸡汤里面熬鸡汤会放的。第四位，猪的大腿做的。猪的大腿做的，它是什么？三十秒。计时开始。猪的大腿很难，我讲难，非常难。我也只会想得到。有难度。三个难，四个字，四个字，不得了嘞！你不可能答对的啦，四个字，不可能啦。切，猪的大腿叫什么腿裤啊？我不能告诉你，这你就知道有裤了，不行。对啊，有裤。
李佩然，有没有酷？八七熬六熬鸡汤一定会放。三明治是用的。三明治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看着我。回顾，拜托。一个个来哦，我照顺序说。对了，四个字很好吃的，三明治吐司里面会用的，熬鸡汤里面也会放的，四个字，猪的大腿做的，就这样。四个字，多清楚。我讲两次对不对？我再讲第三次。很惊很惊。四个字很好吃的，三明治吐司里面有的，熬鸡汤里面会放的，三个字四个字猪的大腿做的。我再讲第四次。有了。好。金华火腿，准备，应该没有别的答案。非常重要的一题，再给你最后一次机会，来。很好吃的四个字，三明治吐司里面会放，熬鸡汤里面也会放。他没别的答案。四个字，猪的大腿做的。他没想不到别的了，他就这个了。最后一次机会，就这个了。答案是。对，我就想不到怎么样，金华火腿。金华火腿。你不去讲金华女中，你不讲金华火腿，是金欧女中。金华火腿，尽力了。嗯，再给一次机会。不要这样，不要这样。我们下次两。陈哥各位你好，陈哥给他一个痛快啦。陈哥为了你好，就没有了。给他一个痛快了啦。出来了。就这样，来。这个人吃软不吃硬，他已经不会改了。我软惨。真的，你说哪里？他还想不到别的啦。心软。我没有别的啦，好难。没有别的。金华火腿。金华火腿。哇。尽力了，来，答对。我差点误导你了，我要不要这样讲？猪的大腿，这样再推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很好。就是没换你猜，我真的不行了。我被他逼到墙角了。哎，我最强项这题被你猜走了。我真的是被他逼到墙角下了。你，请换位置。来，换。他不能。我第一个，我第一个。你第一个。我第一个。不要。干嘛？我不会后面。你会前面的。他怕被抢走。你不喜欢后面。李可白四啊，只会他永远都是一三啊，他们看四啊。来跟你第一个好了，我第二个好了。换一下，换一下。你去，好，你二，你二，好，你四。老不要给我换。还你啊！加油加油！目前2-1，只赢不输了，我们对不对？放轻松。今天很刺激哦，从点名点这样刺激到现在哦。哇塞，我们题目老多难，马来嘛，金华火腿，他们散气是很简单啦，是被他们我们刘赤王跟龙舌兰，刘赤王多简单啊，拜托好不好？一种被世界组织禁捕鱼的网，网就讲到啊，捕鱼的都那个器具就好了。马来模谁看过？冷静，一定要冷静。龙舌兰那么墨西哥的一种球。一定要冷静，不要录啦，那么简单。太烦了，生气啊！今晚我得好难，真的。输不起啦。而且陈哥好可怕啊。对呀，陈哥超可怕的。我看一下，我就知道后面。希望。啊，好。哎，我们赢了。又赢了，每次都赢。我跟你讲，先击掌。真的吗？这么假？等，万一答对怎么办？先讲。答对怎么办？打巴掌，那板子吃掉。你说了啊。OK， 对，答错，答错了。加油，加油。好，我们也想答错怎么办？我说答对，你好好。小松哥为什么要赌这么大？加油，加油。我单纯就自想好的速度。加油，加油，加油。小心，米可白可能会讲。不可能。U 拜成的速度就没了。很难，这很难，这很难啊。预备，得了，很难。别想 tempo， ready go， 请你听我这样说。小时候我们都放了一种声音很强。三个字。过年会。对。下个字。太好了，你不用吃板子。我会尽量重复的清清楚楚的。尽量。太好笑。在我重复到最后那一拍呢，我演你的表情啊，很好玩，你感觉好自然，那演都演不来。我在演你。好，第一个刚才说的是小时候会放的声音很强，声音很强啊。第二个他说的是三个字。第三个说的是过年会。第四个最好笑，三个。差不多了，他吃到了，他憋下去了，憋住了。差不多，他吃到了，他吃到了，他可以的，吃到了。过年嘛，小时候放的声音很强，声音很强的那只有那一款了。
水鸳鸯这种太小了，冲天炮不用讲了，知道了，那就只有大。哎，答案是。你好乖，你不要说你在国家过敏感，你自己去吃板子，不关我事，好，哎，乖乖的，不关我事。这个只有你听了。说到说水鸳鸯不足为奇，这种就没什么。真的，这搞不好只有我们这一代知道。我跟你讲哦，你知道大龙炮吗？我以为你可能知道大龙洞了，对不对？真的，这个还是我们这一代知道，五年级、四年级知道，六年级可能知道，七年级、八年级没有再放了。四代不一样，他们两个一点不知道吗？你懂意思吗？他们还不小呢。知道了，是超大声的，非常大。我知道是烟火，是烟火，是我爆没。那他不是烟火，他不是，他不是，他是，他就是声音，他就是鞭炮，是一颗很大的鞭炮，一次。你知道吗？放在地下的吗？真的吗？你这边也是。我不要说了。请坐，男生。放弃了，放弃了。我光看到这我就够了。我觉得今天连个疝气你都跟我说臭臭的。我干嘛要你来逗我？我们这一队还好有我们三个，他们两个真的是大废话。好了，答案就是大龙炮。好，总比数2-2，这边再给我。